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扑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587集。先给大家分享这个 MG 所推出的蛇鸟，由于是一款测评件，所以我没有包装盒，可以给各位做一个展示，直接就看它的玩具的本体了。它附带了一个支架，这个支架的话呢，主要还是给蛇鸟状态用，翼龙的时候去使用的。人形状态下呢，基本上你不需要用到它。它的底部的话呢，可以安装其他的小配件啊，比方说替换的头雕，还有这个小型的武器啊，它有一把比较小的枪。那我今天就持一个比较大的枪给各位做一个展示。那它肩膀上有两个肩炮，这两个肩炮的话呢，是有一个根部的一个球形关节。那它扣的时候呢，其实稍微要用一点力气才能够把它插进去，这样子。左右的话呢，靠着球形关节可以做一个左右的一个转动。头雕的话呢，可以做替换，但是我也不想给它做换脸了，因为这个人物的话呢，虽然我知道这个家伙在 BW 也是比较前期就领便当了。但是好像性格上来讲也是比较想篡位的家伙，后面有一个很大的鸟头，那它的话呢是一个翼龙的兽形，但在它身上的话呢几乎看不到所谓的一个翅膀，勉强的话呢你可能会误以为这是它的翅膀，但是翅膀缩这么小也是不简单了啊。它的翅膀的话呢完全收纳在人形的肚子里头，这一片就是它整个拉出来会变成一个非常漂亮的翅膀。那它还有一个两大特点，第一齿轮关节用的非常的对位。第一个就是它的一个手臂这个地方齿轮关节啊，这个玩具的震动就很舒服。再来是脚的外踢啊，比较可惜它不是前后，前后的话你可以感觉有一点，但是感觉不是很，不是那种咬得很紧那种齿轮关节，反而是侧边啊有很响亮的声音。然后这个膝盖啊也是有很清脆响亮的声音。它身上的涂装我觉得是很精彩的，就是整个几乎都金属的感觉，有这种比较亮的银灰色、铁灰色、黑色，还有这个最主要是红色的啊，这个红色的亮闪亮亮的感觉，非常的不赖。我个人觉得是做得很漂亮的一款玩具。那这里因为是金属部件的关系，这两天天气比较冷啊，那拿在手上的一个冰冷的手感的话呢，就非常的有感觉了。人形的表现也很好，而且我初拿到的时候呢，其实我看一下这家伙，我说啊，不是吧，看上去很多很细小的零件，该不会很脆弱吧？实际上发现的话呢，还蛮耐得住把玩的，在用料上，在这个坚硬度上，我觉得是没有什么问题的。顺便的话啊，对，可动都还没讲对吧？手臂360度的转动，二头肌这里也是可以转动，二头肌转动的时候呢，是连着这个后面这个部件一起动的。那它的一个手啊，手腕也是可以动。那我特别先讲一下，在变形之前，我讲一下手好了。它在人形跟兽形的手的变换，其实就是我如果把它折这个角度，各位一看，折成这样，然后呢做这个替换，啊，对不对？做这个替换，你这样你都懂了。把这个人形的、兽形的手做一个替换，这样子啊，就变成了龙的后爪。那这个脚的话呢，也有外摆内收，膝盖可以弯，超过90度啊，脚踝没有接地也比较可惜一点，但是这个影响它的站立稍微有一点影响，确实是有影响到的啊。那我们就进入这一款蛇鸟的变形过程。那我这一手已经先变形完成了，手部的变化呢，刚刚已经有跟各位大概提过一下，以翻成这个形象来，然后你转一个180度啊，我们把手。人形的手给收进去，兽形的手给翻出来，再来呢，我们将这一块部件给挑出来。这块部件呢，翻转180度之后，塞到侧银色的这一侧。那翻的时候呢，是连同这一块部件一起翻下来。这里的话呢，有一个凹槽，我们把它给卡进去。胳膊的话呢，暂时就到这里了啊。那我们接下来的话呢，把它的后脑袋这个地方给拉出来，鸟头整个翻出去，都给翻出来啊。那接下来呢，人形的后脑袋这个地方有一个部件要把它给翻起来，再来把这一片部件啊，这片部件平常是卡着的，你也可以透过推这个地方两侧一推，它整个就会松开来。松开来之后的话呢，我们就先啊不要先不要变这里啊，我们先变腿好了啊，先把腿给变完，因为等一下呢，我想要把它上下半身呢做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组合方式。这样子打开来，脚转成一个内八之后啊，这个地方两侧给打开，打开之后的话呢，这个地方往这里翻出来，那这里一样有一个两侧啊，这个地方把它给翻出去。好，注意看啊，
这个男人太狠了啊，没有了。这个腿打到这里之后，这里面还有一块部件，翻不出来没有关系啊，就用道具吧，把它整个给翻出来，然后这一片部件给打开。好，暂时先到这里，另外一侧也是一样的，我们先把这个腿的话呢，这个准备动作呢都给做完，不然等一下呢，因为翅膀一旦打开之后啊，它占画面的比例太大了啊，到时候我要左闪右躲啊，我主要还是方便说我在做方以我的变形展示方便了啊，不然因为我尽量想说在变形的这个部分我还是尽量一镜到底的把它给变完。好，那么这个就是它的腿部啊，能解的全部都解开到这里了啊。那这个玩具在变形的时候是不需要做腰转的。好，这里整个都解开之后，我们再把它的一个胸膛往上翻上去，然后呢再开始进行它的翅膀的翻折，全部都翻出去啊，全部都翻出去，很多片啊。好，然后这一块做一个翻折，这个到时候不管是人变鸟还是鸟变成人啊，这个部分的翻折都是没有任何的难度的。到这里，好，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做一个这里啊，接下来的话应该就是把它的这块部件往这边翻下来，然后整个部件往这里翻，这个部件再往前折下来，变成这个形象。我们要把中间这个金属的这个连接杆，这个连接杆要推到正上方去，推成这个样子，这是它最终的一个形象，最终它的一个形态是这样子啊。好，那我们接下来就要开始填充这些部件了啊。那填充的第一个部件就把头这样子透过这个白色的这个连接的部件把它给翻到内部去。那我们刚刚有提过，这个人物在变形的时候不需要做腰转，头也不要转180度，直接这样放下来就可以了。你看啊，鸟头朝前，人头朝后啊，这是它的一个最终的一个形态。那中间这个头的话，你当然是把它摆正一点，上方这块部件呢就可以把它给整理一下。好，这个地方有个卡扣，先把它扣起来。接下来我会希望呢把它最重要的一个结合位点先给结合出来。最重要的结合位点呢是它的翅膀的上方这个部分，把人形的不对人形的脚啊推到上方来这里，然后这里稍微折一下，往内推到底，然后利用这个双动关节，这里把它打开，双动关节往上推，推到这里来。那我们要做一个什么动作呢？这个鸟头下方这个银色部件先不管它，先推到别的地方去。我们要把这里，看我手指头指的，这里有个凸，这一块凸，要塞进这里有个洞，这是一个最重要的结合点。那结合这里的时候呢，我们可以两侧一样都把它给推到最上面来。你看到没有，这个人头啊在里头是尽量摆正，然后这里它的膝盖是有一个双动关节，然后接下来要扣两个地方哦，上方这里有一个凸要卡进这个背甲的下方，还有再来就我刚刚提过的这个凸扣进这个洞里头去。这里的话呢建议啊是一气呵成的把它变完，这样扣进去了。另外一侧呢也是一样的，这里卡进去，好，卡进去，这里四个洞都卡进去之后，把鸟头下方这个银色部件赶快把它给扣下来。它这里的话呢，看到没有，这里会产生两个凸，在这里就是要扣这两个洞。好，我们就这样子看，你会发现呢它是需要一点点看似要用塑胶的韧性，其实吃的也不多，就这样子啊。这边刚镜头去推到了，就这个地方，然后我们一样继续的把它给往下滑下来。好，这样子给扣进去，扣进去之后的话呢，接下来我们要处理肚子这一块，这里还有一片部件记得翻出来。然后呢这一块部件这里有个滑槽的，我简单的跟各位说一下，这个要往上推到底之后，先把这一片给放下来，然后呢侧边这里有个凸，两侧都有凸，要扣进这里有个洞，这样子把它给扣进去。这里的话吧，我是用了一点点小小作弊吧，就是先往外推一点点，压上去之后再往内折进来啊，大致上就可以把它给扣进去。那这个时候它的变形已经差不多快完成了。那我们手的话呢，刚刚已经有做过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先处理了，
就把它给翻进来，这样子，透过这个双动关节把它给翻进来。好，翻进来之后，这个部件往上翻，翻上来之后就是这里，这里面有个洞，要去扣这个凸。这里扣这里的时候呢，其实可能比你想象的你还要再往内靠更多一点，就是它翻进来之后，你要稍微再去调整一下，到这边啊压上去，这边扣上去了。这里也是一样，你可能还是需要调整一下这个手臂的这个地方，好，稍微去滑一下 ，OK， 把它给整个卡进去了。那兽形的脚的话呢，你都要记得啊，人形的这个拳头的手是朝外侧，这样就可以了。那这个脚掌的话，自然而然就是翻成这个形象，应该没错吧？翼龙的脚是这样，没错吧？好，那最后就是上方的翅膀，这上方的翅膀就看了就知道了，这个灰色部件把它塞到这里面一个洞，那这里的话呢？啊，有一个凸开了，扣到这个洞里头去，然后这两片就是什么？这个就是刚刚脚的两侧打开那个部分嘛，这个地方就是把它给扣上去而已，就没有什么难度了。虽然讲没什么难度啊，但是其实侧边这里要整个扣进去也是需要摸索一下，也是需要摸索一下。主要是这个地方的转轴啊，你要转的正确，因为毕竟嘛，它是一个拼凑的一个过程。好，这一次到这边，另外一边也是一样啊，转动一下把它给扣上去。翅膀的部分呢，大体上呢是这样的，它是可以完全扣得上的啦，是可以完全扣得上的，就是你要稍微调整一下下，因为它中间的这个关节部分太多了。人形的一个小腿是完全打散在这里，然后最后就是这个侧边，这两边部件在哪里呢？你看，各位应该很难想象，这两片部件其实在人形的肩膀跟手臂的连接处的一个两个部件啊，所以它的一个变形其实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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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思妙想的。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兽形态好了啊，如果说没有这个支架，这样子让我们有一个辅助啊，做一个展示的话呢，这一款蛇鸟。他真的就只能趴在地上，永远趴着，那实在是非常的不霸气的一个行为。最让人值得称赞吧，应该是他红色的这个金属的一个涂装，我认为非常的好看。那因为有一些鳞片的刻画，所以这样看上去还有一些肌肉的一个过度的一个感觉，非常的好看，真的是挺赞的。头部的这个头冠啊，这个线条我觉得也做得很好，但是这个眼神看起来有点像是鄙视我的眼神，你到底看不起谁呢，对不对？它的嘴巴可以张开，里头还有一条舌头啊，嘴巴张得太大的话就有点像是脱臼了，舌头还是可以单独动啊，你稍微小心一点可以抠一下 OK， 这个舌头还是可以有单独的一个分开的部件。头是一个球冠，可以动，可动的话也就是有头有尾，就头跟嘴巴跟尾部啊，但它的尾巴并不是这里的尾巴，是它的脚掌，只有这里可以动啊，这个脚甚至连翻下来都不行啊，整个几乎就是零可动，这么大的翅膀，但是它的可动只有这边而已啊，中间这里因为是小腿的部件的关系，它不可能再折了啊。那它的一个密合度的话，各位可以这样看一下，其实因为它本身是整个是红色了啊，既不黑也不白什么的，其实看上去我真的觉得已经做得相当的可以了，相当的可以了。这个地方这样子扣啊，这里是我的极限了，它还是会有一点点小缝隙，翻到底部来看啊，就更像是这个魔物猎人的熊火龙的配色了。肚子的话它有一点像螃蟹的感觉，毕竟都是有一点鳞片啊、甲壳什么什么之类的。那玩具的一体性的话呢非常的好啊，那我们甚至可以再复习一下，它在兽形状态下呢，人的肚子藏在这儿，然后人的大腿在这两侧，小腿往两侧伸出去变成翅膀，人形的手部啊翻到了下面变成了兽的后腿。那么有趣的一个是那个人形的手跟兽形的手啊，就是这样子翻出来，然后做一个转换，就一个替换哦，你不用谁就把谁翻出来，不用谁就把谁收进去。其实它的变形思路非常的清晰啊，是难得一见的人变成兽形的一个佳作，不是那种一趴变形啊，很多人变成龙形或者是飞龙飞鸟形的玩具都是一趴下就变形完成了，但这一款的话呢，这个翅膀的收纳啊，可以说是玩得非常非常的炉火纯青了啊。那今天的话呢，就给各位算是蛮推荐这一款 MG 推出的蛇鸟，就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